台南市长黄伟哲来到立法院，打算要芝麻开门，带领台南各区农会的优质胡麻产品要敲开首都消费者饮食大门。台南芝麻产地产量是全国第一，且芝麻制品非常多。黄伟哲现场也特别炒麻油鸡分给民众品尝。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的娘家立法院，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好的台南麻油以及相关的具有生产履历的农特制品。 其实最近啊，因为大家国事如麻，但是你吃了麻油的相关的产品哈，包括我们的麻油鸡，还有很多好吃的麻油香面哦，保证不会心乱如麻。所以很高兴介绍最好的台南啊，也是产量最好的，也是品质最好的台南的麻油给我们最好的台北市市民以及立法院的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再次来。 推广我们台南的农特产品，将来其实我们三月份的凤梨、六月份的芒果，以及九月份的这个文旦，还有很多很多啊，台南包括虱目鱼啊，包括台湾鲷这些等等等等，都是最好的。 各农会研发许多优质胡麻产品，有胡麻油、胡麻清油、芝麻拌面、芝麻香松、芝麻粉、芝麻薯、芝麻糖、芝麻酱、麻油鸡料理包等。除了行销各种胡麻产品外，台南市府农业局也展售台南精选优质的好物，像是盐水区农会的好面成双、番茄礼盒、手工日晒意面。 还有110年台湾毫米礼盒网络人气冠军，以及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国产龙眼蜂蜜等，邀请民众支持国产农产品，吃得美味又健康。记者问俊台北报道。